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八题，求 x 等于多少？好，一样的道理，三条线交一点，它有所谓的对顶角，所以我们看出三 x 度跟它的对面这边，好，这里也是三 x 度。好，再来呢，利用第三条直线，你也看出来了，35度、三 x 度还有2 x 度形成一个平角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等式，35度。加 2x 度加 3x 度等于180度。好，单位我们当然也是先拿掉，稍微整理一下， 5x 35一项145，那 x 算出来就是29。